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我是郑一杰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八月期指今天出现了一个震荡收高的盘势，中场现货上涨了7点，而八月期指最后结算在9121，也上涨了36点。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整个八月期指精彩的结算行情的一个走势图哦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八月期指今天的结算行情，它是长这样，早盘呢曾经盘整了将近4个多小时，一直到1点过后拉尾盘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点位哦。首先我们看到最低点，它叫9067点，在10点45分出现，而最高点呢在1点过后出现，它叫9123，在1点19分出现。而今天八月期指的结算价，它叫9121点。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八月期指的高低区间呢，总共有56点的空间，有56点的空间。那么今天整个八月期指呢，可以说是一个完结篇。什么叫完结篇？今天已经结算了嘛，八月期指从此消失了嘛，2016年的八月期指从此消失了。你要再看到八月期指，要再等一年，要看2017的八月期指。那在这个月里面，我想很多人的部位，在今天八月期指也被结算掉了。首先，在公布我们今天的专业操作之前呢，我想要请投资朋友呢来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这个八月期指今天结算喽。各位，我想要请你去回顾一下整个八月期指从开仓的第一天到今天啊，经过了20几个交易日，一个月的时间，20几个交易日嘛，在这20几个交易日里面，你的八月期指的当冲操作，我相信肯定是有输也有赢，输输压压，这做正常的，这肯定是有输也有赢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想请投资朋友你好好去想一下，去检视一下，从八月期指开仓的第一天到今天八月期指已经结算了，这20几个交易日下来，你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？我觉得这很重要，因为明天开始就是九月期指了。那八月期指20几天下来了，你到底是赚钱，也是了钱？啊，若了钱的时阵，是了偌济钱？了济还是了少？啊，若赚钱的时阵，是赚济还是赚少？我这个我都希望投资朋友去做检讨，因此在今天的节目里面，如果整个八月期指下来你是受伤的话，我真的很想告诉投资朋友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各位，赚钱这一件事情啊，它是不可能靠运气的。赚钱这一件事情啊，它是不可能靠运气的。很多人啊，因为操作没锁本，没有依据，总是喜欢听消息，凭感觉，靠猜测，于是呢，常常借由感觉来操作期货，搞得自己伤痕累累。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操作期货，如果是这样操作的话，我敢讲一件事情，你的八月期指一定是赔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讲了，探极就给他逮极，不可能是靠运气，运气有可能好一次两次，但是它不可能常常好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如果你是靠运气来操作期货的话，那你是必败无疑，必败无疑啊，输钱是早晚的事情啊，必败无疑啊，因为靠运气就等于赌博，靠运气就等于赌博。那么在这市场里面，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够成为长长久久的常胜军，常常赢，不断的赢，不断的累积财富，这到底有什么方法？各位，我讲过了，赚钱这一件事情既然不可能靠运气，那么它就一定附带条件，对吧？那什么条件？成为赢家的条件我讲过了，除非你本身就是很厉害的高手，操盘高手，你本身就是操盘高手，那你当然可以成为赢家。那如果你不是高手，你当然就不会是赢家，你绝对是靠运气在赌博的输家。那到底要怎么样成为赢家？如果不是高手的话，怎么样成为赢家？很简单，你就跟着高手做。既然你已经不是高手了，那么就请跟着高手做。那怎么样来检定你到底是不是高手？你的八月期指就好。一个月过去了，你到底赚钱还赔钱？如果是赔钱的话，请认命一点，你不是高手，别再撑了，别再撑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要再撑了，不是高手就不是高手，就不要再撑了，就麻烦跟着高手做就可以了，然后再用对操盘工具，你一样可以赢得很习惯。就像今天，
虽然今天早盘没什么行情，可是我相信一定有人认为今天会压低结算，那结果呢？用赌博的方式跟他赌一把，结果呢？又兵败如山倒了。但是真正的厉害的高手，他是绝对看得懂盘的哦。怎么说？看得懂盘之外，他还要会带会员做哦，带投资朋友做哦，这就是真正的操盘高手。我说了，在今天是八月期指的结算，如果一个月过去了，你真的是输钱的话，请承认你不是高手。如果你不是高手的话，麻烦就是跟着高手来做，因为今天高手他会让你在今天看到行情，也享受到行情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8:48，我很明确的出手了。开盘3分钟，市价多，市价多三个字，我想大家都懂。八月期指目前报价9088附近，收到讯息之后，不管价位多少，市价做多怎样，至少两口大台子。我说你只要跟着高手，谁是高手？当然是亚洲期王啊！你操作期货，你当然要跟着期王来做啊。那不然要跟谁做？难道跟那些三脚猫的老师做吗？难道要跟那些三脚猫的老师来做吗？每天跟着亚洲期王，你要看得到行情，你也要能够享受得到行情。每天你只要跟着我，我会让你看得到行情，也享受得到行情。像今天8:48，我出手第一笔市价单，每天啊，我讲过了，我的第一笔单一定叫做市价单，一定通通都叫做市价单。那么今天我在8:48我就出手第一笔单，它叫做市价做多。那么今天的市价做多大概会成交在哪里？9090这附近。今天第一笔单，我们市价请会员9090附近多单进场，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。好，接着请你往下看。我说真正的高手，他会非常的清楚的看得懂盘，而且非常笃定的请会员出手。这边9090多单成交之后，各位，接着请你往下看，来到了9:14，八月期指哦，都是今天结算的哦，挂定价9072，我们再加码做多一笔。这是不是代表曾老师今天对于整个盘势都很乐见其成，都是认为他会拉高结算，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做两笔多单啊？一定是这样嘛，不然我干嘛叫会员去做多？我又不是地下期货，会员赔钱我一点好处都没有，所以我一定是希望会员赚钱。哦，所以你来看哦，当第一笔多单9090进场之后，请你往下看，来到9:14，我接着叫会员赶快再做多，八月期指挂定价9072，再加码做多一笔。包含清代班的会员，包含波段会员，通通都有做这笔9072的加码多单。那么如果成交两笔多单触及跌破9052，我们就要执行停损。没有成交之前保持9090多单一笔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9090有没有很清楚吧？所以说今天呢，我在9:14再继续请会员加码做多，挂定价9072加码做多，停损守在哪里？来拉近9052嘛，这边写得很清楚，9052嘛，挂定价9072加码做多，至少两口大台子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低点，导播拉近一下，它叫9067，什么时间？10:45出现。9067是今天的最低点，在10:45出现，我在9:14就告诉会员要挂定价9072做多，我就清楚了吧？胡一雄清楚吧？9:14我就告诉他们9072加码做多，那这个10:45呢，出现9067最低价，所以呢，一定穿价成交。今天一共买进了两笔多单。好，接着我讲过了，你跟着我来操作，当你是做多也好，做空也罢，除了call讯之外，你还要搭配什么？老师，你有讲过，还要搭配你的仙人指路。为什么要搭配仙人指路？老师，你有讲过，因为搭配仙人指路，当做多的时候，你可以按照仙人指路的压力点去停利；当做空的时候，可以按照仙人指路的支撑点去停利，并且再反手操作。如果你有认真看的话，应该是这样，没错吧？那的确也是这样。所以跟着我来操作，最完整的一个配备，最完整的一个配备，第一件事情，把我曾英杰的call讯带回去，这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call讯带回去之外，还要把这一套仙人指路的精装版也要一起带回去。那带回去之后，第一个，在今天你会做两笔多单，哪两笔多单？第一笔多单9090，第二笔多单，各位9072，跟今天的最低点只差距只有几点？只有5点的距离，一定买得到。会员你只要乖乖听话，一定买得到，一定买得到。然后接着做多停利看什么？看压力啊。那压力点要不要拆？不要拆，来直接看8:46压力转折多单停利参考点，预挂做空9138，
欸，老师，今天最高好像没来呢。我知啦，我知影无来，我唔是目睭青盲啦。我知啦，今天上关偌济，9123嘛，差15点嘛，没有来嘛，对吧？没有来嘛。今天压力点再看一遍，在哪里？9138嘛，是什么多单停利参考点嘛？结果今天没有来嘛，没有来怎么办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做多停利看压力，但是今天的压力点9138没有来，那怎么办？最高只有来到9123呢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当然一定会继续追踪嘛，怎么可以带进不带出呢？来到了1:19，你看看，这是1:19我发的扣讯哦，恭喜清代班跟波段会员9090的多单，跟9072的加码多单，我们拉高结算，今天拉高结算没错吧？全部怎样？大获全胜啊！全部大获全胜啊！通通续报到结算就可以了，通通续报到结算就可以了。明天继续迎战九月棋子。来，整个扣讯我再念一遍，恭喜清代班还有波段会员9090的多单，还有9072的加码多单，今天呢拉高结算哦，八月棋子嘛，全部怎样大获全胜，全部怎样大获全胜，通通续报到结算就可以了，明天继续迎战九月棋子。那今天结算价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它叫9121，绝对知道。那9090我们是做一笔多单，扣讯叠加那个看一下，第一笔单嘛，9090做多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9072是不是加码做多？没错吧？刚扣讯你看得很清楚，加码做多嘛。结算是不是9121？来一笔一笔来算，9121出掉，结算掉，涨62点。9121结算掉，这一笔9072的多单涨了98点，两笔加起来，不好意思，160点。这个就是我们清代班还有波段会今天的实战结果。今天的实战结果，86点而已啦，做两笔多单。哦，拢中雄就细靠，最少做4口，这是最低门槛，2口是最低门槛。你如果做4口、做8口、做10口、做20口，自己去算，我不会算了，太多点了，我不会算了，点数真的太多了，清代班波段会点数实在太多了，多到我不会算了。86点，最低消费160点，4口单。如果你是最低消费的话，你跟着曾老师的指令，你完全不要有自己的想法。今天最低消费4口单160点。所以我刚刚讲什么？想要赢，他绝对不是靠运气，你跟着高手好好做就好了嘛。如果你不是高手的话，你就认命，跟着高手做。怎么样检视你到底是不是高手？今天八月起始结算喽，整个月下来，你到底赚钱还是赔钱？你最清楚。如果你是赔钱的话，麻烦承认一下，你不是高手。你听我话意思不？不要为了面子，不要为了自尊心，还这么认为自己很强很棒。明明已经赔钱了，认命一点，你就不是高手。不是高手又想赢，就是跟着高手做，没有第二条路。好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今天160点，就是160点，大涨160点。当然，这个电视节目我讲过，我在强调的是我的操作方法、我的操作逻辑以及我的操盘的一个依据跟工具，它叫仙人指路精装版，不是要跟各位来分享我的操作绩效，也不是要拿绩效来招揽生意，来吸引投资朋友。因此，电视节目所讲的这些操作，各位我要做个郑重声明：所有专业操作分析，仅只分析指数的涨跌点数。各位，今天它叫做大涨160点，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。法令规范，我们分析专业操作，绝非保证确可获利。金融市场风险报酬共存，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。那么，我想很多投资朋友咧，几乎天天都在看我的节目，因为我的节目实在太多了，一天下来大概有6个时段。你很容易就会看到我的时段，那我也知道很多投资朋友都在看我的节目，看看曾老师今天怎么做。我老实说，我电视节目上所做的每一笔单，所讲的每一笔单，一定有会员去做，我才会讲。所以不要怀疑我们的操盘功力，不要怀疑曾老师的操盘功力，好，不需要怀疑。老实说，以我目前现在在期货投顾界，在投顾界期货老师的地位啊，我敢讲啊，我如果只是说我第二名的话，应该没有人敢跳出来他说他第一名。我就是敢这么样大声讲话。我如果只是第二名，没有人敢讲他是第一名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我今天在投顾业界的地位，我需要去用骗的方式吗？一点都不需要。同时，我也希望你去打听一下曾老师的操盘实力。所以在今天，我再讲一遍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赢，你又不是高手的话，亚洲棋王的讯息再结合仙人指路，
它绝对可以让你享受近乎完美的操作，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啊，你会发现实在太可怕了，每天几乎都可以大获全胜。而且我说了，我不需要骗你，我骗你那一点点顾问费没意思，你可以去打听，我曾英杰何许人也，欢迎去打听。那有兴趣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迎接美好的九月棋子的投资朋友，今天看到中场资讯之后，不要再错过了，真的不要再错过了。我们稍作休息，待会再回到节目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。欢乐组合套餐，棋王当中讯息，棋王操盘软体，即日起开放迎战四支架，迎战四支架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。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，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现在马上拿起电话享受欢乐组合套餐，谢谢大家。棋王团队棋过操作给您三大承诺：一，每日一定出手；二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，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02-2578-3777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。欢乐组合套餐，棋王当中讯息，棋王操盘软体，即日起开放迎战四支架，迎战四支架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。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。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现在马上拿起电话享受欢乐组合套餐，谢谢大家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。鹅牌气密窗。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，要怎么准备才好呢？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，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。旅平险加买附加条款，保障多更多。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，要选对保险种类，并注意效期。外交部驻外管处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，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或代垫医疗费用哦。朋友们，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，让出国更安心，有备无患哦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那么金融市场跟期货市场为什么那么吸引人？为什么？各位，金融市场跟这个期货市场到底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？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？我要告诉你，金融市场每天都充满着机会啊，每天都充满着期待啊，每天都充满着报酬啊。你有没有发现每天啊，在金融市场也好，在期货的当冲市场也好，每天几乎都有机会能够赚到钱，它是多么吸引人啊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这个机会到底是属于谁的？谁才能够享受机会？当然是有操盘实力的人，当然是有操盘方法的人。那请问投资朋友，你到底有没有具备这些条件？这很多人在做期货，好像在赌博一样。我觉得好像会涨，我觉得好像会跌，我听谁说会怎么样，
我又听谁说又会怎么样？我感觉这里会怎么样？各位，很多人都喜欢讲这种话，我感觉这里要上去，我觉得这里要下去，用这种方式来操作期货，根本就叫做赌博。各位，那赌博的人，你认为能不能享受机会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那每个人都赌博就好了啊，干嘛要工作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说在这地方，你不要以为期货好像只有多空二分之一的机会，不是这么简单。你有操盘实力的人，有操盘方法的人，你才能够享受这个机会。那谁有操盘实力？各位看今天的盘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，我们讲的是一开盘的时候，会有人带你做啊。这个人是谁？9090做多，亚洲棋王。这个人是谁？9072再请你加码做多，通通都叫做亚洲棋王。如果你真的不是高手，你就要认命，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样并不可耻，你只要跟着高手做，你一样嘛，可以变成高手嘛。我曾经告诉过你嘛，这个东西就像考试一样，每一天考试的题目都不一样，只是收完盘的答案出来了，大家才知道答案。但是在一开盘的时候，考试卷一发下来的时候，如果你不是高手的话，你绝对不会作答。那要怎么样考高分？你就看高手的答案就好了嘛。高手告诉你这个答案要怎么写，你就跟他写一模一样答案，你的分数就会跟他一样嘛。你看哦，像今天高手在这个8:48他就已经写答案了，他告诉你今天要做多9090，接着高手在9:14又告诉你这个地方9072要继续去做多，这都是答案耶。来到收盘的时候他叫160点，这个就是答案嘛。那今天能享受到160点，你认为是不是高分的？用四口大台下去做，因为一笔两口嘛，总共做两笔嘛，你今天能享受到160点，你算不算高手？你自己去想，这样子的操作方法手法，你认为是不是高手？跟你做比较就好哦。那再来，投资朋友，你到底是不是高手？如果你没有办法判断的话，很简单，从8月期指开仓的第一天到今天8月结算了，一个月时间够了吧？这中间的过程一定是输输赢赢，有赚有料嘛，一定是安尼嘛。啊，你看你赚的跟料的赌起来，到底是赚钱啊了钱，你就知啊嘛。那了钱唔当搁做啊，因为只会越做赔越多而已。你了解我意思吗？还不如跟着高手来做。哦，这是今天。那高手有可能靠运气吗？不会。你看一下这个昨天哦，昨天我怎么做的？一模一样。我先做空，9138嘛。哦，接着哦，请你看一下哦，昨天的清代班9:17，我请我们的会员9154再加码做空，昨天的最高啊，几乎啊被我们给空到9155，你有看到吗？这昨天的节目有讲。那空完之后，各位我也讲过了，做空每个人都会做，但是谁能够像曾老师这样空在几乎最高点，请你找出第二位。那做空停利看什么？看支撑啊，昨天支撑有到啊，今天压力没来，但是昨天支撑有到，支撑在哪？9053。结果你一看软体，再跟昨天的行情吻合吻比对一下，昨天最低9052，来拉近，只有差一点，只有差一点。那整个这个空单呢，我还只有给你算一笔，哦，我只有给你算一笔，那个价格比较差的9138，你还记不记得？跌了170点，接着9053做多，来到收盘再涨70点，昨天240，今天多少？160，昨天240，今天160，你说连续对两天，它会是运气吗？那各位，那如果是运气的话，为什么你的运气总是这么差？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运气，而是操盘实力的代表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说在这地方我再强调一遍，什么人才能够享受市场上的机会跟行情？有操盘实力的人，有操盘工具方法的人，在这里，请问你具备这些条件吗？那么如果你不具备这些条件，你又凭什么跟人家成为赢家？各位，你的运气有比别人好吗？不会，运气大家都大同小异，绝对没有这回事，谁的运气没有这回事。所以在这地方，如果你不是期权高手，你只要把亚洲棋王的讯息还有仙人指路，你把它拥有，你把它带回去，你也自然而然可以成为高手。想不想赢？问你自己。我知道你很想赢，很想赢，你就要跟上我们的脚步，因为跟上我们的脚步，从节目里面你可以每天验证，到底我做的跟你所收到的讯息是不是一样。想清楚，想不想成为赢家？如果想要成为赢家，明天9月起始开张了，跟上我们脚步，留意中场资讯，我们明天见，谢谢各位。
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。欢乐组合套餐棋王当中讯息，棋王操盘软体即日起开放迎战试吃价，迎战试吃价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。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现在马上拿起电话，享受欢乐组合套餐。谢谢大家。棋王团队棋过操作给您三大承诺：一、每日一定出手；二、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、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稳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横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。欢乐组合套餐，棋王当中讯息，棋王操盘软体即日起开放迎战试吃价，迎战试吃价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。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现在马上拿起电话，享受欢乐组合套餐，谢谢大家。